OK，那你可以看到，OK，我再分享屏幕，OK，现在可以看吗先等，看见了，现在才可以？OK，OK，看见，一个从所以剑这个上掉了是个戒指，戒指，对吧？戒指对，，OK，戒指，这是项链。项链。OK，项链、戒指、项链，手表，手表我就没有看见了，你看见了，手表，OK，对的。手表 OK，下一个腰带，皮带 OK，腰带，可以叫皮带，可以叫腰带。皮带腰带皮带 OK，腰带，哦，这个不知道。这个我们女孩戴在头上的，我们叫发卡。发卡对，，OK，我们会叫发这两个字。发卡，OK，这个不知道，背包，这男生就是男生背包，对的，哦男生皮哦背包。皮包提包也可以叫手提包，，OK 手提包，OK。这个是钱这是包。钱包，OK，钱包，钱包也可以叫卡包。卡包。OK，对，因为它既可以装银行卡，又可以装钱。对，这个也是个项链坠，这是项链坠。上面，但是这一部分就是这个，对，它和上面的项链不一样，这叫项链坠，因为你看不见上面的绳儿，就有一小块。最主要是它是 OK，让你看下面的坠儿。是叫做坠，项链坠。坠，OK，项链坠对，，OK，OK，写给你了。项链坠，OK，眼睛，但是眼睛，太阳眼镜吗？可以叫太阳镜。太阳镜，OK，太阳镜，太阳镜，OK，这个就是是你手绢。穿那个西装，还会哦，那有知道这了。个，这我们叫怎么说呢？这叫手绢。手绢，OK，我觉得，它应该叫手绢。我们都好别手在绢，西装那个兜啊，里，对。对吧？对，OK，首还先有个，OK 可以是，叫方巾，手它机应该钥就叫匙手绢。，OK，化妆背包，这个呢，这个就就是女孩的一个小包，小包，OK，小包这女，OK，士包包，女包就叫女包吧。包，OK，OK，咋然的？后，还有一些动词。东西是最难的，OK，so 走进，这个对，人走进正来，在走进，OK，上车，下是想车，说这个男的要上车吗？他让女的上对车。，OK，上车下车，把一个东西抬上来，拿上来。这个是，就比对，如我还说这个，不太明白这比如个说，图片。比如说这个是这个铅笔是放在桌子上，然后我拿起就来，拿起来，拿起来，对，那你拿就起要拿来起来。，OK，拿起来，然后拿起来的对，箱反义放下词去。是放，OK，放上去，拿起来放上去。放下去，对，放下去。OK，或者拿起放下，那这个呢？就这个书本来是在书包里，
然后我拿起来吗？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哦，拿出来 ，OK。然后反义词是放进去，放进去 ，OK， 放进去，拿出来，放进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对这些图片哈，就有的时候就看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除非特别简单，有时候会看出来。但是你一说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去数用那个词语的。对，就我记得有的时候小时候和我女儿说看动画片，我经常会看不懂那个动画片。啊，对，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对。逃避逃避跑走逃OK 刚才是马蜂窝快跑 OK 快跑 OK 对他是碰到了马蜂窝然后那些蜂子飞出来要蛰他 OK 那都是马蜂所以马蜂窝OK 对是的赛进对的他这是倒倒进倒进对 OK 倒进倒进OK 然后最后一个是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就是洗衣机吗洗衣机然后洗衣机那个我觉得那个是倒进去倒洗衣液都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杯子然后我倒太多水了就这个水就溢出来 OK 溢出来 OK 溢出来了 OK 溢出来了 OK OK 那好的谢谢 OK 然后下次见稍等一下OK 对水溢出来了就是水从里面流出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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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谢谢对今天很晚 OK OK 再见 OK 拜拜我还有一节课